Hello，大家好。今天呢，又到了我们用一颗尊重、友善、包容的心来回复酸民留言的时刻了。那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一则留言。哎，弱智诞生了！哇，那我真的是要祝你生日快乐耶！廖富留言 ，You a bleach， 我看不懂。You a fucking dog， fuck you， go to dead。OK， 我先帮你给一个评分，然后给一个评语，然后我再来问问看我的朋友要怎么帮你修饰这个句子哦。OK， 我朋友建议你可以修改成为 You are a fucking dog who fucked yourself, drop dead。然后他还给了一句评语 ，Go to dead， 完全狗屁不通。因为 go 的句型用法是 go to a place， 或者是 go 加上一个动名词。You are welcome。Vivian Wang 留言。不是说友善，我看不到所谓的友善到底是友善在哪里耶？是我眼托吗？拜托，这在哪里友善啊？不就是骂骂脏话而已吗？这也被说过模仿别人啊，但不是很友善的回应大家，这是你说对的地方。还有，如果你想说日式网民先骂你 blah blah blah， 打那么多谁他妈看得完啊？马康生留言，好难看哦，浪费我的时间，没人在乎你的时间用在哪里。我给你假上上，娘炮，操你妈，操，那个字是念操吗？哇，我还真的不知道那个字怎么念呢。这位 Beach 八七先生，你考到我了，我要给你一轮的掌声，还有这一根中指，操你妈！哈哈，是没读过书哦，还打错字。You is a fucking bitch。这个智商太低了，我真的没有办法回复下去。让我们请下一位来宾继续来看第一则留言。狂人汉奸问说：有玩 ABA 吗？有的话单挑，单挑。讲到 AV， 我比较喜欢。Julia， 马上用收到风。西奇杰西卡，爱德，游戏。第二则留言，我们来看一下。李湘，哇塞，他讲了这句话，想必你妈也有这样，帮人吹吧，帮人吹吧啊！你敢这样讲我吗？那我跟你讲，哪天要是你妈被我遇到，我绝对会干你娘。OK， 以上就是我们用一个尊重、友善、包容的心来回复酸民的留言。那如果你喜欢这部影片，不要忘记点个喜欢加订阅我的频道。没事了，拜拜。